Hello，今天我们吃红油钵钵鸡，先来一串鸡胗锅。粉丝先吃。裹一下料汁。三文鱼的受众群体是你吗？最近奥运会开始了，一边看比赛一边来点夜宵是真爽呀。哇，今天吃的是有机的红油钵钵鸡，这太害怕了。这鸡又嫩又入味，绝了。老婆，你怎么买那么多零食啊？最近淘宝有活动啊，就给你囤了点。这个面包丁是不是很好吃啊？嗯，咸咸甜甜的。点评论区链接或者淘宝搜索比赛好搭子，就可以 get 同款哦。哇，谢谢老婆，老婆真好。这些零食正好你熬夜看球赛的时候吃，有软烂脱骨的德州扒鸡，酥脆的茶颜悦色面包丁，还有好万水，冰冰凉凉，夏天来一口真的太爽了。天的清凉感是能也给的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老婆，待会给你再存一点啊。嗯。吃鲍鱼。好香。小章鱼，小章鱼。好吧。哇，真的太香了。这你还能忍得住吗？吃你的，别看我。这一刻的幸福感，你们懂吗？香香。那么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！看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哟。